妈认证同居中，比肯亚男人还快。溫妮下吃小5岁李玉璽。溫妮又名黄于恩，今年29岁，比李玉璽24岁还大，所以是一段姐弟恋来住。他的学历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，在综艺节目《大学生了没》出后，录取也有《爱玩客》综艺大热门的通告。他的个子短小，才153公分，但是182公分李玉璽的菜。最有名的是，则是卷入假考事件。2014年，溫妮与歌手魏如云遭网友爆料参加21公里女子半马却假跑，但当初邀两人参赛的高手娱乐却一直坚称两人完赛，还扬言搜证走法律途径。